帮弄主播吹个头发。那边可是疯狂吸引狗哎、欸。有狗又有狗，不能说太牛了。哎、欸，干嘛干嘛？别再打了！别打，没事。再打就死了，请问外面？外面那个是诱饵吗？外面有什么？我不知道、嗯。这个狗已经进来了，我们只能按下了。我们这是干嘛？把泥皮传回来啊？我刚刚最后有按船呢、啊，但是我是按拉完之后才按船，结果没传到。是那个派大星是谁？那个派大星是带进来的是吗？还是他跑进来了、啊？他原本在我身上，让诺主播打我一下。在吹风机？我只是给诺主播吹个发型而已。进来，我只是给诺主播做一些造型而已。诺主播，你不要打我！诺主播不讲话。你看到我，你就把那个双手的丢掉，然后对着我按麦克风，对着我按吹风机，超过分。没有我吹，然后发现他关不了，我就赶快丢掉。没有，这张大家知道主要入口了，就直接走啊。次要入口还是走楼梯上面，再比较高。哦，我们去的是次要入口吧？我右键看的是主要、欸，我看你跟右一口从主要出来。哦，我是主要入口啊。嗯。哦。次要在上面。我在上面，对。有，再走一次，我们都会玩了，可以。哦。F O G G Y 这是什么天气啊？都是 S S 吗 ？S S 啊，这张地图 SS、啊、是 S S、欸、大赚一笔啊！拜托，走啦！你们带武器，我带电子枪，不要怕。武器阿杰们拿，打！哎呀，哇！打！是啊，打！你有没有打？打！打！这里主要入口，哎哈！炸！他次要入口在那个上面呢、欸，这里，哼，这里也有哎、欸。我们走这次要。是共生死的伙伴西亚。更上面还有一个次要，所以它的入口很多。哦，这个是多物啦，但我们没在怕。哦，一开始就要跳了吗？没错，这个简单的直线跳跃。嗯。啊。欸、这是什么绿宝石270块，而且才10磅重，这绿宝石赚翻了。小心，我帮你照亮你的未来。走。喂。不用怕，我有电击枪、啊。没在怕了，没在怕了。这边是假门的样子哦，你们敲他一下看看。我来。我没带 key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假的，你有 key 吗？假的，没有 key， 没有 key， 没有。我们走旁边看看。啊，这里有金条哎、欸！啊，金条拿。哦，重哦，金条好重。但我们的甲门越来越多了，要记得路哎、欸。金条好重。那你要先带回家，你先带。这真的哎、欸，这真门哎、欸，这真门。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那你先带出去啊，你又不是很重。好，我先把金条拿出去放。那我们就走这条好了。超重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好，出去玩了。这哪里啊？对啊，在哪里啊？这里是刚巧克力上去的地方。啊、不是，另一边，这边又是另一边，这感觉爬可以走。刚刚有看到有狗狗会在这个地方，要小心。好。那有人在外面说这边。诺主播，哎、欸，亚比打，失败了。
我没有武器，我没有武器。电到电到电到！不是你电到我。差不多差不多，面具面具。杀人走。哎。有一个面具一个面具。那是。我们狩猎组啊。别怕了。看到一个别别。接下来是谁？有一个东西。哎，地上又是面具。哎，机枪塔，机枪塔，白痴，那机枪塔，他刚好没有激活，笑死！我在机枪塔面前，哎，他没有被激活，那是不是可以？哎，有人倒了，在玩门，已经有人倒了，有人倒了，对啊，刚刚那门自动关的，哦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有那个灵烧模组，啊，是哦，倒了，你可以关门去皮人家。是不是没路啦？好像没了。怎样？确定路了？应该是那条，应该是真的。对，那是真的。这里好像还没。哎，哇！哎，这个也是我们跳过来的路。没路了。没路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是我们先把东西带回去。好啊，那我不是趁我们来的。我看到我自己，为什么？啊，你看到你自己哪里？我看到我的哪一块人物？哦哦，啊，那不要走啊！ Uh-oh. 那不要走啊！那个那个泥皮帮忙送东西，我随西亚继续走。好，可以吗？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两个。那不够。很高兴认识你，西亚。这里应该从这里上去就可以回去了。机器人买块人物啊！怎么了，西亚你好奇怪啊！西亚你走错了，这里，刚刚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走哎、欸。怎么了？我的人物为什么看到什么奇怪东西的样子？看错了啦，乱讲。是啊。现在你要想，我们这个等一下打怪，我们再继续绕、啊，看有没有怪。那打怪我们就可以赚了。OK、欸。电灯。电灯他们在玩吗？我刚刚这边电灯被玩弄了、欸。欸、有 key， 哎、欸，这里有 key， 我们，那你拿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走那个了。我拿吗？嗯，刚刚不是有一个锁住的地方？嗨、哎，星星呀，嗨，星星呀。是啊。现在你要去哪里？现在好奇怪哦。你正常吗？是啊。我被传送，我天哪！西亚，你去哪了？我前面有蜘蛛。西亚，西亚，我没办法等你了。西亚，再见。啊！西亚被吃掉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正确的路吗？等一下，铲子比较贵。等一下换我不知道路了啦，哪一个路才是正确的？对，这里是刚是有机枪，没有机枪。可是我们没有走到那么远啊！完了，西亚让世界变得很奇怪了。干嘛、啊，蜘蛛？这蜘蛛干嘛、啊？我走，他就走；我不走，他就不走。我电也不多啦。他走，他走了。跳过去对面那条是啊，啊，走错了，右边吧，右边吧。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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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对对对。OK OK， 哇，好多狗，好多狗，关麦关麦，狗也太多了吧。我礼物，我需要回去，我这必须回去的。哎，哦，旁边别再来了，艾达西，别再来了。你现在笑得很开心。太多狗了吧？我这个只了吧？狗上去了。OK， 开船喽！我在门口好像有一只狗。开开开开开开开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下面的是不是死掉了？现在没人。嗯，结果我们都上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人投票，谢谢。有人投票，谢谢。感谢死亡的人，谢谢。感谢。那找不到吧，笨蛋？要不要开礼物？在上面。你确定吗？来戴面具。OK 啊，不要开出一只巨人就好了。有人开地。你开啊，敢不敢？我来。离你们远一点。没事啊。没事啦。OK。我从来没开过怪来啊。好厉害。好嗨。这是我看到麦块 skin。这是我看到我自己的麦块 skin。哦，刚刚西亚也是这样跟我讲的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阿比，哎，给我，米米，是阿比，是我们麦块十年大大阿比，真的是你啊，阿比！我的天，我把阿比的手电筒拿起来，阿比，太惨了，他前一秒说他要自己的麦块十，可以下一秒就没了，来，下去了，再见。阿比，你回来了！阿比，没事。回家了，你回家了。好猛哦，他们都遇得到哎、欸。阿巧。嘿。那这个红宝石。红宝石你多少钱？三百六十八。我们刚绿宝才200，你红宝300。阿巧可以抓得到我的 skin， 好的。好。因为你的英文呢、啊，你的那个，可是我的麦块 ID 跟这个不一样哎、欸。他就说他会尽力抓取了，嗯。不能说吧，不一定百分百，对。哦，所以他可以抓到我呢，好酷哦！他有抓到你了，他抓到你了，那是蛮厉害的。他只有我没有抓到哎、欸，好过分哦！你是一个胡桃钳哎、欸，他是一个假麦块玩家。啊哇，这个很感觉很刺激。下次也可以继续吧，西亚。可以。要玩到我遇到啊！我跟西亚在一起，你知道那个灵烧是连我都遇到哎、欸，就是我那手电筒会开灯，然后也会暗，然后那里的灯也是都在那边闪烁，很奇怪。然后西亚下一秒就说他要被传了，我说哈什么？转头西亚都不见了。没有被他传送了。哪里变成旁边传送了？对，然后你后来是被门吃了是不是西亚？对啊，被门吃了，说啊，这应该是吧，他就丢没了。啊，可是我刚遇到 him 没有把我传送哎、欸。他就是 him 的烧灵烧现象，就是看他会有哪几招。阿比也是，阿比很快，阿比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看到自己的 skin， 然后就没了。”而且我根本什么都没看到，然后我就看到我的人倒下来了。你倒超快。哎，我会很可怕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船底下有一个我的 skin？” 然后下一秒我的人就变成我的麦块 skin， 然后我就倒了。我反正最可怕是西亚走了，然后我那个整个感觉就好像被缠上一样，结果我都没事。原来有事的是你。好玩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啊、我们把东西丢一丢哦，下班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天大赚一笔，下次再来赚钱。我们公司感谢大家，休息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好啦，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这次的致命公司如何呢？我只能说，不论是 King 啊还是小女孩啊，我也都尽力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是不找我，这我也没办法。我们也有落单潜入，都超多。刚刚那场还是最后离开的，对不对？结果 King 还是不来，哎，可惜啊。没事，我们下次一定也。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的致命公司时间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，拜。